愿以为此生无缘，只剩下思念。时光转，岁月流年，谁可曾甘愿？风云变，长啸狼烟，怒斩风天。心若成空，血已星河，生死合欢，我踏破时空，只为与你相见。居然在这种时候完成了异变。哎，这叶寒这是怎么了？如果没记错的话，这应该就是聂离说的异变。啊，什么是异变？妖灵师的灵魂力和妖灵融合后，每个妖灵都会朝着不同的方向异变。异变之后，妖灵的能力会大幅提升，甚至进化出截然不同的能力。啊，那聂离岂不是有危险？叶寒目前的实力，维持异变的形态有点太过勉强了，似乎已经丧失理智了。让我看看异变之后的你到底有多强。是对付妖灵最强大的武器，就算是金甲地龙这种防御极为强的妖灵也能轻易突破。不过这一拳的后劲可不容小觑。聂离，小心。重力气场，雷霆重击，好样的。虽然虎牙熊猫和金甲地龙的力量差距悬殊，但是聂离的每一次躲避都把握好了分寸，两次战绩的释放也是最恰当的时机。这一击的位置也是金甲地龙最脆弱的部位，扎实的战斗技巧和无比准确的判断，这才是两人真正的差距所在。你不是我的对手，认输吧。啊，这怎么回事？叶寒刚刚明明是占据着压倒性的优势啊，怎么会一次反击就被打倒了？哼，聂离最擅长在战斗中猝不及防的施展重力战技了。就算知道这个招式，也是防不胜防，更别说叶寒这样完全不了解聂离的人了。我的实力明明比聂离高出好几个层次，一直以来都是光辉之城第一天才的我。
为什么会输？聂离，别得意的太早，我不会善罢甘休的。哦，自己上门挑事，输了还这么大怨气，真是个可怕的伪君子。难怪前世紫云不愿意提起他。不管你在盘算什么，我警告你，你最好就此放弃。如果执意要自掘坟墓，我不介意送你一程。你还不够资格。看在叶宗的份上，我不想把事情做绝。但如果叶寒有什么逾越的打算，我就只能出手对付他了。哎呀，叶寒可是当年学院的第一强者，如今却输给了只有十四岁的聂离。我们走吧。嗯。耶。如今这光辉之城第一天才的名号，恐怕要毫无悬念的落在聂离身上了。扫码关注若恒文化公众号官方微博，第一时间获取动画漫画更新信息，抽奖赠送价值20万人民币的周边福利，每周都有好礼相送，大家快来关注吧。